大家好哈，我是杨帝，今天帮广东的一位大哥来选一只迷你杜宾，走。看哈，到了哈，狗狗有很多，这边有三花的吉娃娃、黄白花的，还有小鹿犬哈，后面也有哈，后面的比较怕一点，看到没有？太怕了。哎呦，这边也有哈，有吉娃娃，有小鹿犬。哟，这一只看到了吗？精神头非常好哈，体型特别小。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贴皮短毛，带着尾巴哈。之前好多粉丝联系我，想要带尾巴的没有哈，现在有了哈。特别特别小哈，贴皮短毛。哎呀，看，哎呦，又碰熟了哈，这边太矮了。这还有一只巧克力色的吉娃娃哈，还有小鹿犬，这也是一只吉娃娃。这个吉娃娃品相好哈，巧克力色的，看一下公母哈，小公。这边还有纯黑色的哈，之前给大家拍过哈，这一窝纯黑色的品相差一些哈，那个大极品的已经下架了哈，还有这几只。这边还有腊肠哈，你看这个最红哈，这个也可以，紫红色哈。还有一只小鹿，这个颜色就浅一点哈，这个颜色漂亮，特别红。然后这边是红色的小鹿犬哈，看到没有？像这种颜色和这种都是紫红色的哈，特别特别红。咱上里面看一下哈，哎呀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一月份大的铁铂金的小鹿犬哈。这个是之前给大家拍过的哈，现在得四个多月，不到五个月。这几只月份都大了哈，贴皮短毛，看到没有？这一只，再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哈。哎呀，看到没有？贴皮短毛，锃亮，筷子腿，大眼睛，漂亮哈，小公的哈，记得是小公。然后这边。是腊肠啊，油哟，咱重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只哈，长毛的腊肠哈，特别特别少。之前有粉丝找我要没有哈，现在有货哈，有这一只小公，这是属于长毛的哈，一般的腊肠都是短毛的哈，像这一只，再给大家拿起来区别一下哈，看到没有？都是短毛，乌黑锃亮，看到没有？刚才看到这只长毛的哈，这个可能是个电窝，比较小哈。哎呀，这是咱今天来拿的狗哈，这边全部都是迷你杜宾哈。这里没有灯哈，有点暗。这里面还有两只公的，哦，三只公的，剩下都是母的哈。昨天给粉丝大哥发视频了哈，是选的这一只，然后是昨天采的耳朵哈，今天线还没有拆，今天相当于一天整，三天以后就可以给它拆线，自己拆也可以哈。看到没有，乌黑锃亮的毛发哈。咱抓紧和粉丝大哥开视频联系一下哈，看啊，刚才和大哥开视频看过了哈，还是要的这一只小公，等到家以后回头他再拆线哈。哎呀，这是帮他辅助力的耳朵，大哥不放心，要检测的哈，细小光照纤维都是一道杠，看到没有？还有没有喜欢的哈？现货有很多，腊肠、吉娃娃、小鹿犬、迷你杜宾都有哈，喜欢的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哈。